彭帅蛋作为蛋仔岛上唯一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蛋仔，居然每天都被一个又菜又爱当舔狗的主人操控，妈的真是气煞我也！今天趁那个菜蛋主人还没上线，我终于可以自己上上风了。来，让我看看，要我了，让我看。菜狗，带你上上风。啊，这他妈是谁？啊，这不是主人的好友灰灰吗？你什么配子啊，也配带我上风？你妈！你玩不玩？好好好，我玩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这灰狼太暴力了，第一把就是速八地图。哎呀，这灰狼人还怪好嘞，还送我超级起步。哎，那我这不得表演一手了。好险！话说这灰狼也有点菜呀、啊。第二关是生存菜，跟这小子玩点刺激的。去你呀！啊，我操！什么配子啊？跟我双排。啊，这灰狼不讲武德，趁我看不见偷袭我。去你呀！啊，我跟你没完，你等着我。我来！我操！你好，你妈。他这是要干嘛？看好了。你看，哎，我操！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。去你妈！今晚我就嫩你了，跟你说，就嫩你。你吓唬谁呀、啊、你？你玩的这是啥呀？没金刚钻拦什么瓷器活？你还说呢，不怪你。完了，主人回来了。哎，辉子，我怎么刚上线你就在这？咋回事？忽然撞我，怎么莫名其妙的？又要被那双究极舔狗的手控制。